在这个直播进行过程当中啊，因为我也在刷朋友圈嘛，很多我们俩共同的朋友，其实都在陪着你哭。啊，对，是吧？对。我们统计了一下，大概你这个大大小小哭了有这个14回了。啊，你是真性情呢，还是真的很爱哭？没有没有，我觉得其实这个哭只是每个人一种表达宣泄一种不同的方式。哭不代表一个男子汉他懦弱，哭其实更大的程度，在我所理解的，在无论是在工作的社会还是在我们的竞技赛场上，我觉得只有会哭的人才证明他担的责任越多，他的能力越强。真的，我相信一定是的。很多人都在猜测，说这个孙杨爱哭这个习惯，是不是从小就有了？嗯，还行吧。小时候因为就是各方面要求比较严格，嗯，对，所以说就经常有做不好的，可能会小时候会打一打，骂一骂，罚一罚，都会会哭一哭。那你平时除了就是哭之外，你还有什么宣泄压力的方式吗？在私底下。那傅园慧让咬自己啊，咬。你也咬啊？咬。如果你要愿意的话，下次你把你借给我，我咬你一遍。没问题。你随时打电话叫我。对。